当 vlog 吗？你什么心情？我本来以为这是一场欢乐的 vlog。近日，宋远飞公开了《我就是演员》录制的 Vigo， 在视频中曝光了自己崩溃全过程。录完《我就是演员》之后，宋远飞一脸沮丧，一度崩溃，攻击性、演技差、万物生长等字眼成为他的噩梦。然后回横店也不敢说自己去拍戏了，只能去把自己租住的房子时间住完。确实，在《我就是演员》舞台上，对宋远飞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。我有什么资格录 vlog 在这里？我有什么资格？没有，前面都录了，咱们就把它还是放。宋妍霏表演万物生长片段，眼里泪光全是戏。宋妍霏其实演得挺真实的。 CC 说自己采访时候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录完节目觉得自己表现不好，还开玩笑说有什么资格录 Vigo。 小姐姐其实演得挺真实的，演技肯定会越来越好的。反正我只要听到假、万物生长、演技差、提醒这几个词最近禁止出现在我的生活当中，我特别害怕。